大家好，现在来为大家介绍惠乐666跃动爵士鼓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爵士鼓的整套配置。爵士鼓配有小凳子、两条鼓棒、还有麦克风、三个鼓面和一个吊槎。那鼓面分为小鼓、军鼓、低音鼓。麦克风是让宝宝边敲鼓可以边唱歌，让宝宝更有表现力、表演能力，同时也锻炼了宝宝的胆量和想象力。那接下来我来为大家介绍爵士鼓所有按键的功能。这个是爵士鼓的电源开关，拨动电源开关开始操作爵士鼓。首先我们来听一下爵士鼓三个鼓面的音效，这边小鼓音效，这边军鼓音效，中间是低音鼓音效，最上面是吊槎音效。我们来看一下爵士鼓操作台所有按键的功能，这里有五个音符按键，总共是五首音乐，还有四个小星星按键，有不同模式功能按键。这边两个三角形的按键是音量大小声的调节。首先看一下五个音符按键，五首音乐，我们该怎么操作？按动一首音乐，提示音以后播放音乐。那小朋友可以通过自由发挥，敲打鼓面、吊槎等按键。可以配合宝宝的左右手协调，还有手眼协调的能力。那看一下小星星的模式，第一个是鼓的音效，选择鼓的音效敲击鼓面，发出鼓的音效。选择第二个小星星按键是趣味音效，两个小鼓和吊槎都发出不同三个趣味音效，中间鼓面还是低音鼓音效。第三个小星星模式，当按动小星星模式的话，就会播放十首儿歌，敲击鼓面把儿歌切换到鼓面当中来，无论宝宝任意怎么敲击都组成当前儿歌的音效。那看最后一个小星星模式是打击乐器模式，选择这个模式要把音效转换为鼓的音效。那通过这个节拍节奏伴奏的模式，可以锻炼宝宝的乐感、节奏感、节拍感，同时手与脚的配合还可以刺激宝宝左右脑的发育，锻炼宝宝的想象力、创造力、表演能力。那这款跃动爵士鼓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